一中就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，但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，也不容分割。那九二共识呢，体现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，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。两岸的政治分歧问题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，通过两岸对话协商寻求解决之道。